就是你的那辣椒就种这一块儿，因为你不是待一天嘛，今天这一块是符合种植条件的。行，你看它就是很稀嘛，很稀，它种得好，那种土块还是不行，还得再选择。那我们这样吧，就今天把这个地先选到那边，然后先种，因为有100多株苗，把它全部都种完。对，先紧着你想要那种二荆条先种。行，这样我们就按种了多少，按多少平方算价吧。那就今天我有多累，我还付多少钱呗？对，是意思吗？是的。哎，这块真行，就这个你再过一遍，它就能种了。对，这块真行。离呗，说整咱就整。你知道卓元人生中第一辆车什么车吗？嗯，那个，全能机。这玩意儿你应该一点就通吧？先打火，听话。要打起来，这个是前悬更，这个是开，再加速。对，哎，这就是推着走吧。啊。这个土不就全打鞋子里了吗？学挺快啊！突然反应过事情，嗯，我不是投资人吗？为什么我要离地？